万物生长是大自然的奇迹，是宇宙的法则，是生命的永恒轮回。一粒种子融入土壤，伴随着春雨的滋润，它开始沉默地发芽，向阳光伸展出嫩绿的叶片。葱段蒜片姜末，辣椒段，藕条，大火，锅中水开，下入一点油一点盐，藕条在锅中焯水20秒，捞出沥干备用，大火，油温5成热，下入葱姜蒜，炒出香味，下入辣椒炒出香味，下入沥干水分的藕，1克盐，2克白醋，翻炒1分钟，1周1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这是大自然馈赠最好的礼物。